来到八卦娱乐圈。周深到达奔跑吧首录的南宁浪，首次录制，被问到来南宁最想干的一件事时，周深表示要去吃好吃的东西和酸野。神圣的深度周报会不会更新吃粉呢？被问到到达南宁的感受时，直言南宁好热情，来到这里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吃好吃的东西，这事儿陈哥有经验，有时间可以组队去探店了。Hello， 小陈。南宁的感受。好热，晴。没有，这天气真的很热。来南宁之后，就是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吃好吃东西，吃好有粉。好像他们还说有什么，就是酸野吗？还是什么？说小心，好像酸野吗？还是什么？他们说很好吃。头戴黑色鸭舌帽，身穿淡黄色短衫，是元气满满的周星星。问及最想对姚 PD 小贼说的话时，直言快加入我们吧，不要只在旁边看。那么节目里到底会不会出现奔跑的姚 PD 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姚 PD， 我其实很期待今年的主题是什么。姚 PD 的话，快加入我们吧，不要只在旁边看，好吗？嗯，奔跑吧。Yeah， 姚 PD 在最新的视频里表示，自己希望在新一季奔跑吧中不要第一个被撕，但如果结果没那么满意的话，那一定是第四爆的锅。让我们看看这一季深深的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呢？坐等正片上线啦。希望不要第一个被撕，这是我的老愿望了，但好像一直都没有实现。反正就是我尽力了，最近也算是做了很多准备，如果还是结果没有那么满意的话，一切都是第四报的原因，第四报全责。